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宝海志宇啊。今天我们来玩一个非常细思极恐的游戏，这款游戏的名字叫做 Manipulation， 翻译过来的话就是操纵的意思。这个游戏啊，没有任何的开场动画，一打开游戏就直接拿到这个画面了。这是个什么地方啊？哦，前面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遥控器吗？这游戏上的介绍啊，是说在游戏里你可以运用遥控器来操作一些难题。这是一个解谜游戏吗？好像是的吧。这里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操控的吗？但是我按了按钮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啊。前面这个是门吗？我是不是要把它给打开啊？哟，可以打开呀、啊！哇塞，用遥控器点这个门居然可以把门打开啊。 OK， 走吧。这里真是个奇怪的地方啊，看来后面的话应该还有很多东西是需要操控的。哇，这是个什么呀？能控制吗？好像不能控制。继续往前走吧。哎，前面是死路了呀。哦，这好像也是一个门，可以用遥控器打开吧。可以的，不错不错。哦，这是哪里啊？哎，这里有个人。 Hello。 哎呀，这人动了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你打我啊！我能控制你吗？哎，能控制啊。哎，你来打我呀，来打我呀，你有本事打我吗？你继续打呀你啊。居然敢打我，我是你主人你不知道吗？但是这人好像比我高啊。比我高一怎么了？我有遥控器，我能控制你，我就是你的主人。哎呀，不服啊。哦，能跳啊。来，解除控制。能解除控制吗？啊，好像不能解除控制。我能控制他走路，想让他去哪里就去哪里啊。来，走前面去。哎，真的能走啊。来来来，回来回来回来，别走了别走了。哇，我居然能随意控制它哦。这里好像有说明啊，控制这个机器人走到这个踏板上吗？哎，怎么控制不了了呀？哎，对嘛，这遥控器的信号好像不太好啊，要稍微靠近点才能触发。哦，门打开了，这是什么呀？哦，第二关了。哇，这里有好多人啊，我是不是不能太靠近他们啊？太靠近他们的话，他们会……哦，那果然，太靠近他们的话，他们会来打我的。控制你，那边有好多，那边有三个，这里有两个，我是不是要把他们所有的人都踩到这个踏板上啊？来来来，先控制你，来走到这个地方。哎，对嘛，这个遥控器信号不太好，要稍微靠近一点。来你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哦，只能控制一个，这个遥控器只能控制一个，你不能控制多个的，不然他会被打死。来来，你走这里，走这。我知道了，只要他们踩在踏板上，就失去了任何控制了，就是一个工具人。嘿嘿，哦呦，那人打我，哎，没打到，哎，好的，一个控制好了，来打我呀，哎，嘿嘿，你想会棒子打我呀？哼，来不及了你。来，给我走这儿啊，要听话乖乖的。就你们这些人还想打主人啊？我有遥控器啊，一个一个把你们弄得服服帖帖的。哎呦，这里还有两个。哎，来来来，抓紧站到自己该站的位置上，搞快点，这才对嘛。听话啊，听话才是我的好宝宝。哦，这边门开了。哦，下一关了。啊，切，简单的。这个机器好像也不能控制嘛！你们这些人啊，都给我乖乖站着，我是你们的主人，你们只是我的工具人而已，我让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。走吧，下一关。哇，这是哪里啊？我这样下去会不会摔死啊？应该会摔死的吧，所以不能乱走。这又是什么？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这好像也是一个遥控器啊。哦，这里好像有说明，什么意思？好像不太懂啊。哎，我之前的遥控器去哪里了？怎么只剩下这一个了？这个好像是望远镜型的遥控器啊，能干嘛？用这一个遥控器点左键，瞄准这个人会发生一些东西，没有用啊。嗯？哦，这是什么呀？哦，哇塞，这个是怎么角色转换吗？哎，但是好像不对嘛，这个好像不行啊。哎，这个能动啊。哦，懂了，我知道了，不会是这样子的吧？把这边所有的红色都放在一起，就会亮了。
OK， 这边好像还有一个。哎，这边怎么感觉隐藏着一个？你看，薄薄的一个，好细的这一块啊。好了，这边还有。哦，这里的门开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是不是顺序弄错了呀？应该先把这个人走过去，然后再开这个门，应该是这样子的。但是我怎么回去？哦，回去了。哎，但是不对呀，这样子的话，我这个遥控器是没法用的呀。哎，这距离太远了，我不能遥控啊。我是不是卡关了？我觉得我应该卡关了。好吧，我先过去看看吧。啊。哎，前面这个是什么呀？这是植物吗？哦，他手里拿着枪啊！好吧，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是卡关了，要不你把我打死吧。哎，回来了。哎，对嘛，来来来，先控制你，我要先移动这个人啊，来给我走到这边去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不能碰的吗？这边应该是跳过去了吧？跳！哎，来，再走到这里。跳跳，简单。然后这边门是挡住的，走到这里就不要动了啊。来换一下角色，然后把这边的门给打开。OK， 可以了。然后再转换角色。哎，但是遥控器在他这儿呀？不对啊，这遥控器我在这里能操控吗？走这儿。哎，不行啊。哦，原来是可以切换的呀！啊，这边的一显示的就是一号键啊，是这一个遥控器；二号键是望远镜型的遥控器，原来是可以切换的呀！哎呀，我还以为我之前搞错了呢。好吧，真的是。哦，我懂了，我要靠着这个人啊，我要靠着这个工具人，去为我挡子弹。哦，或者把他打死。哎，对，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走过去了。哎呀，你这个工具人是真好啊。哎呀，我要是能控制这样的人该多好啊，可以替我做好多事情呢，对不对啊，工具人？走过来走过来走过来，跟着我往前走，走到前面。哎，对，往前走。哎，哦，他好像不能往前走了呀。哎呀，好吧，那可惜了。爸比本来想带你一起走的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那爸比只能自己走了啊。哇，好黑哟，这是个什么地方？能控制什么东西吗？好像都不能控制。哇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一棵树好像也能控制。哇，这什么炸弹啊？我是不是要爆了？哎，门怎么关了？ follow 服从命令，帮助什么？哎呦哇，吓我一跳，刚刚屏幕上显示了什么鬼东西啊。好吧，下一关。嗯，走吧。这又是什么地方啊？能控制吗？好像不行哎。什么意思啊？服从？这是要走让我走上去吗？哦，好像是的。这边又出现了一个，又要去踩。哎，不对呀，等一下，我是不是被人控制了呀？我之前不是拿着遥控器控制了别人走这个踏板吗？怎么现在别人控制我走这个踏板了？谁在控制我？谁？难道说你在控制别人的时候，别人其实也在控制你？这个世界是一层一层的一种控制关系吗？够了没啊？啊，怎么还在搞？我警告你啊，你别再控制我。怎么还有啊？啊？哦，门开了，上面是不是有人啊？只是这块玻璃太黑，我看不见而已。我怎么感觉有点细思极恐啊？虽然说我控制着别人，但是有更高层面的人他在控制着我。哇哦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哎呦，这什么？大脑？结束了。这个游戏也就是说，虽然我现在是控制着别人，但是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，还有更高层面的文明在控制着我们。细思极恐啊，如果说真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这个世界是不是也正在受着别人的控制呢？